上次我们逃出惊魂夜排到了四个人机，这次我又匹配了一局，结果十几秒就匹配成功了。就当我以为这次肯定是阵营的时候，没想到队友连人机都不如哦。给大家看看过程。上次没当好小丑，这次训好小丑也行。先测试一下我们的队友是不是人机啊。Hello, 听得到我说话吗？感觉不像人机啊。他还会走哦，可以。这个监管也不是人机哦 ，nice 啊。那看来都不是人机，我直接一个 down。Hello， 哑女，喂，什么情况？哑女被我打晕了之后，感觉跟真晕了一样。就是在这里，我发现了我人如鸡的队友。哎呀！直接撞掉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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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你是人机啊，哥们儿！说你们像。不对呀，他前面还发过言呀，他是人机吗？这个叫什么夏天的乐高的，你看他说话了呀，像人机。我的建议，我的评价是，打到我了，快跑啊啊！好，行，这么玩是吧？出来，快跑，乐高。OK, 他这次开跑了，兄弟们，在我人如鸡队友的努力下，队伍成功只剩下了我一个。就在我寻找地窖跑路的时候，系统却提示说：持续消极行为，位置已暴露。不是哥们，我找地窖呢，我。你有毛病啊你！你别消极了，啥算不消极呀？我找地窖呢。好，我变成消极比赛的人了。